哎，两周年应该是扩大庆祝的日子，不会吧？真的，早上我们那么风光，你下午把我弄这样。对啊，哎，你也看到我们粉丝那么多的，对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我戏迷的那种这个把钉子这样不行，我要做什么？不要做什么两周年气话，他们心里面很气的话。